我是一个强壮的勇者，身上非常矫健，矫健的全身的骨头都跟面筋一样，像他妈个憨憨。至于敌人嘛，勇者你完蛋了，看我黑虎磕头。免礼免礼，三位爷有事吗？哦，不要打人嘛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，我一点也不慌，甚至还能魔力转圈圈，三个骨质疏松的废物怎么可能追得上我嘛。这个有话好好说啊。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不戴口罩？约不到啊。少废话，勇者不能和怪物顶嘴。是是是，你说的都对。哼，三个蠢逼。作为这个世界的勇者，我可是受过智慧女神的表妹智障女神的祝福啊，可以让身体的任意部位变大变小。等一会儿我就来，兄弟伙们，我给你们看个宝贝。宝贝大大吗？大，怎么不大？彪，沙包大的拳头见过没？我打蟑螂拳、靴子掌、猫转身、马尾拍苍蝇、老鼠偷奶酪、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大哥饶命啊！笑什么笑笑？来，三位爷，我给你们看个宝贝。宝贝大大吗？大，怎么不大？看清楚了。彪完了，确实挺大的，像你们个蒜头王八。你在吗？你在吗？老子撞不死你们，看不起腿的娃啊，老子跟你们拼了。这就是我面筋勇者的日常生活。没办法，为了拯救这个垃圾世界，我必须穿越各个时空及其传说中的皇冠金币啊。这票干完后只差最后三枚了，下一站就是这里，轮盘时空，皇冠金币就在最上面。嘿，小小勇者，我们轮盘时空的铁真是最坚硬。好的，看出来了，但是这有何难？秘技啊，稀饭跑法，小小铁锤能奈我何？输，我倒要看看什么东西藏得这么好。原来是把弓箭，我看看怎么用。我操，感谢这位弓箭手送的一个发巧，谢谢。哦对了，先射箭放下楼梯，弯弓是大鸟，牛顿没有屌。简单，哦，这就是那个轮盘时空的大宝贝，死亡轮盘。切，什么垃圾东西，傻弟儿才会中招。瞧我这优雅的姿势啊，像不像个芭蕾舞者？轻松过来，接下来只要跳上去，一二，轻松。好啊，没得关系没得关系，失败是成功他老母。请老母还是比孩子厉害点嘛。哎哦，他妈的，看上去这么简单，为什么这么难操作啊？我就不信了。哎，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，就往前往前一步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哎，有什么难的呢？再来一下。我没事，坚持就是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傻弟儿才会中招，这种伏笔就不要回收了，放老子下去，放老子。哦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还能。我哎呦，气得我头都大了，总算给老子上来了，真的是年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金币陌生，好，还是两枚。听说这个忍者时空人多势众，我倒要看看几斤几两。然而实际感受之后，我发现这里不仅人多，而且个个都是人才。比如这两位忍者兄弟，采访一下，兄弟你腿还好吗？哎，我的腿虽然断了，但是只要我没有观测到它断了，它就会永远处于断和没断中间的虚空状态，所以它、好嘞，现在彻底断了。那兄弟你，老子没嘴，老子还能喝。但凡有银的头发也不至于喝成这样啊。不过和这位武士大哥比啊，这些都是小儿科。看这腰子的站姿啊，让我来会一会你。讨厌的人就不想动武的了。嗨，没事，哥哥轻一点。看来还不能来硬的。我们要以柔克刚。来，武士小哥，过来跳舞啊。怕你。不错嘛，再来。护盘护，一块手绢一把小扇，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，就是现在。我操，你他妈裤裆藏雷呀、好，收金币押金，金币押金，怎么才能上去呢？难道这里有什么机关吗？
在这个竹子附近跳跃的声音好像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好试一下。哎，我怎么成了太空人？还有这种 bug 的吗？啊，不过也好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金币魔神，接下来只要拿下最后一枚金币啊，世界就能得救了。哼，看来我离成为英雄的日子不远了。然而，我错了。这一关的难度超乎想象，敌人的数量和火力都和之前不是一个级别，人手一把枪就算了，居然还有人无限扔炸弹的。更恶心的是，这些小怪居然都会无限复活，还会自己去捡同伴的武器。从左路进攻，还没走几步就会被这杀千刀的黄毛给拦下来，好不容易弄死，过一会儿又活了。从右路进攻，拼了老命射死个人，结果上去以后就是个活靶子啊。从中路进攻，不说了，完全就是送。我试尽了各种方法，甚至动用了一些不可描述的场外援助，却仍然一无所获。我放弃了，就这样吧，让我和大地融为一体。哟，这不是勇者吗？躺着压马路啊？谁啊？口罩戴了没？没戴别说话。不用担心，我的名字是黑镖客，口罩是本体。黑镖客，你还记得你 B 站账号啊？这不是来更新了吗？小伙子不要这么丧嘛，谁还没点麻烦呢？你懂个鸡儿，我的压力太大了，我又怎么都打不过去。哎，你是真地菜，这种游戏不有手就行吗？哦，你这么屌啊，那你行你上啊。我上就我上，你把你账号密码给我交了。12345567，黑镖客是大傻逼。这行吧，那我就暂时借用一下你的身体，搞快点儿，记得千万别给我弄伤了。知道了知道了。这就是勇者的身体吗？一个人根本看不住，人都有劲儿用，看清楚了。奥义啊，反逆弗拉格之术啊！我黑镖客玩游戏啊，从来不出 bug。来了来了，我操，这他妈也可以！妈的，你到底砍出个多少 bug 啊？你会记得自己吃过多少片面包吗？都给我记住了，没有什么是卡 bug 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我黑镖客三个字给你倒过来写。结束了，金币。莫蛇啊，这我精彩。